继续来关心嘛，今日正月初一，马总统嘛开始去行村，是开始伊拜访的行程。伊第一站哦，就先去拜访国民党英武主席连战，两个人哦见面是半点钟。马总统是强调讲哦，伊除了去拜年哦，嘛感谢连战伫咧选举时的斗三工，予伊顺利连任。大年初一早起十点，马总统拜会大诺第一站，就先来到国民党英武主席连战出来底。两人会面三十分钟了后，连战亲身送马总统出来。国家，很顺利的，那个迈入新的一个阶段，黄金十年。过年都会来看看我们的老长官，也是我们的老师，同时也谢谢他在这段时间给我们的协助啊。让我们能够顺利的连任。选前关键时刻，连战挺身而出，呼吁集中选票支持马英九，也产生了气泡效应。暗夜讲到李前总统，马英九是低调不愿计讲。伊面对记者追问来个改组人事，马总统也是无被回答。有请萧副总统跟李前总问安吗？是，谢谢。一波要上到台中拜会东来大陆林永港，是不是就来个改组交换意见，也引起外界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